没事，热情燃烧殆尽，而我的心也死不止一次。困吧，在我的心变得消失，开始容易发疯。不同的情绪，面对自己心情更沉重，还会太过无聊的小事纠结，给自己责任太重。就怕成为家人的负担，少问几次都不够。再抱怨是折磨。Yeah.